快快，仔细点啊，仔细点。来了吗？哎，来来，抓点紧干啊！好嘞，老板。我跟你说，这单合同是我豁出老命跟人签的。好嘞，干好了咱们都发财，干不好全喝西北风去。旺财，有电话找你。没工夫接，你没看我这多忙啊？啊，这单合同我要干成了，我又回到当年的辉煌年代。哎呦，到时候给你买套房啊，踏踏实实住着。给我买房？嗯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吹这个牛了啊。还是踏实的干你的活，哎，万一要有个闪失什么的，哎，你可别乌鸦嘴啊！我跟你说，虽然星辰那小子这合同很苛刻，但是我百分之百有把握给他拿下。哎，不是，谁来的电话？说什么是财政供应商啊？哦。喂，哎，是我。啊？那我啊，这是怎么了，旺财？供料厂的仓库着大火了，木材根本供不上了。啊？我这着急赶合同呢，这不要我的命吗？哎呦！那你得先搞清楚什么时候能供得上啊，少说也得十天半个月。我的妈呀，这就不能找别人帮帮忙？供料厂的仓库是个大仓库，所有供货商的木材全在那里边，他已经帮我问了一圈了，没信。关键是星辰的合同要到期了，那赶紧找找星辰，那他给通融通融啊。对，找星辰。赵星辰啊，你跟他说啊，他不给我面子得给你面子吧，你让他把合同的期限往后延一延就全解决了，要不然真要出人命了。行，赶紧走。对，哎，行，快去。外来工支架的项目发展很顺利，地基部分已经全部完成，一切尽在我们的计划中，酒店这个月的业绩也增加了10%。嗯，很好。董事长，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先出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先坐。有一件事儿啊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你对企业上市有什么看法？不瞒您说，我一直认为不想上市企业不是好企业。你小子的野心总是这么大，哎，我还就喜欢你这个雄心大志。来，说说看。自从我们拿下这个项目以后，外界对我们的评价很高，政府也很给予支持。我个人认为，现在是一个上市的好时机。那听你的意思，你对这件事情很有把握了？不，我恰恰相反。地产企业要想上市，本来就有局限性。如果真的要上市，我们必须完善产业链，收购更多的实体工厂，收购更多的公司，来扩充我们的业绩。当然，我知道过程是相当艰难的。我说你小子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想得那么仔细周到啊？哎，你说你的脑袋瓜子怎么就能装这么多东西啊？我们家这个小伟啊，要能比得上你十分之一，我都不用犯愁了。哎，谢谢董事长的抬爱。这样吧，这件事情就由你来积极的迈进，我们广安集团准备迈向上市集团，这个帅印我看就由你来挂吧。董事长，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信任。嗯，好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什么事那么高兴啊？来，庆祝一下。为什么要庆祝啊？管老虎想上市，让我来负责推动工作。公司一旦上市，我将成为全荆州最年轻的上市企业高管。
怎么，不高兴啊？以你的能力，就满足于高管吗？这高管再高也是高级打工仔呀。我还是公司的股东呢，我有4%的股份。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是不做上市公司的主席，你都屈才了。看你心还挺急，这饭呢要一口一口吃。在广安集团，像何东这样的股东啊，有好几个，我要一个一个拿下，让他们变为我们自己的人。看来你早有计划了。计划早有，只是时候还没有到。首先要解决的是上市的第一步，收购几家实体企业。就知道我爱的男人是最棒的。心怡，我有工作要忙。晚上见。晚上见。刘总，您父亲来找您，在后面等着您呢。好，带他们去会议室等我。哎，哟，爸，好叔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呦，星辰呐，你好叔这回啊，真遇到困难了，你这。赶紧来找你，想想办法帮忙啊！爸，别急，坐着说。啊，坐，你坐这儿。我坐着。啊，大侄子，好叔这个供应商这边啊出了点问题，你看咱们签那合同能不能通融通融，宽限几天呀？是啊。好叔，合同它是有法律效应的，你应该知道。当初我也提醒你，可是你非要签。只能怪自己啊！哎，是是是，怪我，怪我，哎，全怪我，这太冒进了。可是如果按照这个合同赔偿的话，那我砸锅卖铁我也赔不起呀。是啊，你看看在你爹的面上，宽限宽限。好叔，我不是不想帮你，你也知道管老虎这个人，他认钱不认人，你们这是在为难我。那这。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？是啊，办法倒有一个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你说啊，说什么好处都能答应你。好说，除非你把厂抵押出来，我可以帮你争取多点时间。如果还不行的话，你只能把厂交出来了。哎呦，这……你这是要把我一辈子心血给拿走啊？这可不成，绝对不成。那如果不行，那我也没有办法了。老叔，你最好想想怎么付赔偿款吧。星辰啊，这真的就只能这样了啊？你这不是把你好叔往绝路上逼吗？爸，合同是签死的，我这是在帮他，怎么是在逼他呢？如果这样的话，这忙我帮不了，你们请回吧。哎，别别别别。好，就拿我这厂做抵押，行吗？那你能不能再多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呀？好叔，一个月太久了，最多半个月。半个月怎么可能呢？就是啊。那不行的话，我只能公事公办。那你们回去吧。不，好，好，好，半个月，就半个月，行吗？我豁出去了。好叔。那我跟董事长请示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会儿。好，好，好。喂，把大鹏板材厂的收购合同给我调出来，我想修改一下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。